现在就是把它完全放开哦，看它自己会不会去排泄大便的。啊，适时的，因为有一点信心以后我才敢这样做。哦，不然柴犬哦，你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去给它调教过哦，随着本性自由放任哦，那这个它可能就一下子就溜不见了。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它好奇去追踪什么东西哦。就消失在这个你的视线当中，这个很重要。它现在跑蛮远，不过我看它还没排泄啊，所以我还没有去叫它。离我大概50公尺远了。上完了哈，叫他，仔仔，来，仔仔，过来，来 ，yes， 来，来，来，叫，来，仔仔，来，过来 ，yes， 耶 ，good job。在附近就好了哈，不要要求的，来来来来，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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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 ，OK OK OK， 各家 OK。哦，那昨天因为我只是出去吃个饭回来哈，我那只啾比就被它咬的很多地方哈，哦，尾巴啦。脚的内侧啦，哦，回来一看，哇，那个狗怎么变成跛脚，然后不太动哦，啊，它就可能就是有一些争地盘哦，啊，到新的地盘，它也要一样争地为王哦，那特质会这样子，哦，所以它这个地方，它现在理解我，就是说，它对我的这个命令哦。他反应都要很快哦，不然他会被我处罚哦，因为他以前也有这个，他主人在牵他的时候不听话哦，去攻击别人的现象哦，所以他一定要很服从对我。哎，他不来看什么东西，我要叫他，阿弟来，一定要立刻反应哦，哎，好 ，OK OK OK。绳子放掉，等一下 ，OK， 还在跟哦，来来来，快叫快叫，怎么这样？干嘛一直跟啊？好了好了，啊，乖乖乖乖乖，好好好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好坐下，好等等等，等哦，哎坐，等，哎 ，good job good job。阿姬来，哎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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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坐下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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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